好，我们继续做，直接我有一个等于一个的时候，就是说我有分式一个等于一个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直接交叉乘的。OK，直接交叉乘就比较快，它会变成三括弧2x 减7等于5x，然后过后它再乘进来，它会变成6x 减3721等于5x。所以你只要你 Form 1的基础有打牢的情况之下呢，这种题目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很简单的。所以在这边我把4乘上去，我整个 x 减1乘上去，它会变成4括弧 t 加1等于3括弧 t 减1。然后你再跟它乘进来，再跟它乘进来，它会变成4t 加4等于3t 减3。然后把这个搬过去，这个搬过来，然后我就有 4t 减 3dt，然后减3减4等于减 7，所以 t 等于减 7。刚刚我的21我放进去，它不是0，21乘2减7它也不是0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我的 t 是减7，减7减1，减7减1的话它减8，减8不是0，所以这一个是可以的，然后它不是正根。然后在这一边，我们也是一个等于一个的时候，我可以交叉乘，所以我就有二括弧5x 减11，然后等于 3x 减1，然后我再把这一边乘进去，它会变成 10x 减22等于 3x 减1，然后你这边搬过来，这边搬过去，我就有 7x 减1加22，然后它就会变成21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3，再乘9减18。五三十五，十五减11四，所以它的分母不是零，所以 x 等于3是它 solution，所以这一题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一个我们交叉乘，它就变成 x 括弧 x 减6等于 x 减2乘 x 减5。OK，我们这边这样乘进来，然后这个乘，所以它变成 x 2减 6x 等于 x 2减 5x 减 2x 加10。然后我的 x 2搬过去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 x 2越掉减掉了，然后减6减7，然后把这两个也搬过来，OK，所以我就有x 等于10，x 等于10的时候呢，10减5五，10减6四，所以这一个它不是正根，所以这个是它的答案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 x 减2，这个是2减 x，所以在这一题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它就是我把它分母变掉它先，它会变成减1减 x，然后这一边是 x 减2，然后减3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我知道2减 x 呢会变成减括弧 x 减 2，OK，所以这个你看 x 减 2，x 减2一样嘛，OK，所以。我就全部一起乘 x 减2，所以在这一边我这个乘 x 减2，这边我也乘 x 减2，然后我这边也乘 x 减2，越。OK，你不会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会乘到很乱。然后像你这一边分母，你懂得这样变的情况之下，其实你只是乘一个而已。所以 e 等于减括弧1减 x，然后减3括弧 x 减2，然后我这边这跟它乘进去的时候，我拿到的是。e 等于减 e 加 x 减 3x 加6，然后减 2x 搬过来，我这边就有 2x，然后我这一边就减，然后拿到的是4，然后我的 x 拿到的是2，可是我 x 等于2的时候，我放到这边2减2零，然后2减2零，所以这一个我需要 reject 它，OK，所以它答案是 no solution，OK，所以此题无解。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那个 x 等于2的时候，x 等于2的时候，我的1/2减2就变成1/0了，OK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所以它的分母会变成0，所以是 no solution 的，so 这个是真分，OK 好，然后这一个呢，我们就会变成 x 减 8/x 减7加 1/x 减7等于8，为什么我可以直接变成加呢？因为我的这一个7减 x 会变成减括弧 x 减 7，OK，减括弧 x 减 7，然后我的这个减跟这个减合起来会变成加，OK，或者是我把这整个这样这一边这个减跟这一个这样合起来变成 x 减 7，OK，好，然后我的 x 减7是它分母了嘛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乘 x 减 7。然后我再乘 x 减7，然后我再乘 x 减7，然后 x 减7越，
然后最后它剩下的答案是 x 减8加1等于这一个，跟它乘进去 8x 减56，然后我在这边这个搬过来，我就有 7x，然后减56，56减8就48，48加149，7749，所以我的 x 等于7。可是我 x 等于7的时候，7减70，7减70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，我这一个需要 reject 的。OK，所以它是 no solution。OK，好，因为我把7放进去的时候，这边会变零，这边也分母变零。OK，所以读中的题目遇到这种分式的题目的时候，你拿到最后的答案你不可以停，你还要看一下它是不是真分。